有我们台湾各县市，我们所有的环保局的大家一起在我们过年前可以先来做一个大团圆。现在这边跟大家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哦。那当然了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一今天疫情也很特别，身上背的这个包包非常的有爱心，有没有？要提醒大家用爱心做环保吗？不是，其实我身上这个包包呢，你会看到它非常有特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它就是用像一般我们在做活动后面这个帆布回收之后呢，再制造而成的包包。所以各位，其实呢，与其我们去外面买一个包包，或者是你觉得你怕跟人家撞包，有没有？其实它也可以很 fashion 很时尚，好吗？而且我听说呢，除了像